Hello，这次做的作业都还蛮不错的。这个的话没什么问题，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单位的话，我在这边改是没有用的哦，因为 Maya 一个单位，它只会自己觉得那一个单位是一公尺，那它出到别的单位，出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它并不会认得这个东西，它只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子而已，对吧？所以改这个是没有用的哦，所以就一样维持用 CM，然后。你自己搞得清楚哦。现在单位虽然是10个，等下转到5D，你会是10公尺，这样就可以啦。这个系统上是 OK 啦，就是 density 这个啊，不是啊，那个 voxel size 可以小一点点，我让它精度高一点。然后之前讲的那个碎破碎也可以把它加进去，那就更完美啦。OK。后面放小人，所以这个 scale 是对的，好，这也是不错。我觉得各位可以尝试，就是把它切得细一点。哦，这个就做得比较完整，这个基本上 OK 了，你看小碎片也有都加进去，这个做的还是相当不错。哦，这个也弄得相当不错，我、哦、这个还有。真的，我这个应该认蛮久的，这个也可以，也不错，这个也相当不错，对，再就是都是之前的问题了哦，OK，那我们有蛮多同学都还没有交作业的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在就是建模上面比较没那么熟悉哦。那其实有一个快速做模型的方法，它可以把就是一个快速配置一下你那个那种大楼的感觉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呢就顺便来讲一下那个东西，然后我们把这个因为我们要上进阶的 constraint 哦，那我们用一面墙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做一个楼房，然后。把这个楼房把它炸碎，然后我们顺便用最快的速度复习一下我们之前所学的那些东西。哎，好的，GU 啊，命名完 GU 之后给一个命名叫 set up，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每一次做的时候都要一定要记得旁边放一个人，然后把它拉到远远的地方，啊，换个角度啊，然后把这个东西。这个人可以前面加个 no，你再跟我怎样？这个地方按一下这个 enter 就可以移动它，好，移动到你觉得适当的位置之后，就我们就接着进行这个，给一个 box，
这个 box 呢，就跟我们之前做墙壁一样啊，我们可以把这个 size 给它 copy， 然后在这个 center 这个地方把它 past， 然后把这个东西处理了 ，OK。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稍微想一下，大楼的长宽高大概是多少？哦、它的宽，它的高可能十公尺吧，不为过了啊、哦，十公尺的房子，然后高度可能五十公尺哦。可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稍微要哦，可以，应该还可以，就要稍微移动一下这个镜头。OK， 这就是一个房子，你就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房子啊。那接着我在这个 setup 里面，我就把这个 polygon 啊，哇，我要用我应该用 polygon mesh 是不是？看一下，它才会有这个一节一节的啊，因为我们需要这个一节一节的。我们可以这样做。把这个宽高都改用2、它就变得比较简单的造型，好，8，这也就是跟这样一节一节的8层差不多了。看一下，7、10好了，好 ，OK， 我把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呢 ，OK， 所以把它移动到我想要的位置，然后我把 camera 移到这个地方来。Okay， 那我再回到我们的工作区，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面，把它一个一个面把它拆分，拆分出去，它们就变成好像变成墙壁一样的东西。哎，那这怎么做？我们就到用个东西叫做 facet。当我们用了 facet 的时候，对不对？把这个 unique points 把它打勾，它就会把每一面都拆开。这个时候我可以用 explode view 去看它，它就每个都被拆开了。那接着我把这个，因为它现在是每一个都单面嘛，这单面可能不太好，我们给它一点厚度，让它像墙壁一样的厚度。那我要怎么做？就给一个 extrude，poly extrude， 这个 poly extrude 这个节点呢，我们可以把它加一点点厚度啊，就是 distance 这样，我稍微给一点点厚度，哎，像这样子，0.5就50公分，可能太多了，那就给一个20公分左右，哎，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它现在呢，还是有个盖子，有没有发现？有一面没有把它补起来的，就把这个 output back 打勾啊，这样墙壁就完成了。那现在我们把它拉掉 ，OK，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有结构的一个大楼了啊，就这样去想象啦，然后剩下你要加什么细节的话，就看你高兴啊。好，那接着呢，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啊，就是要做 for each 啊，还记得 for each 要做什么？我们要把这一个 for each 的这个节点，我们给它用一个叫做 Voronoi fracture， 我们把它连进来。那这连进来的时候呢，记得一件事，给它什么？给它 scatter。那你可以用 scatter 它就给它一个这样子的纹路的这个模型嘛，对不对？那你也可以给它一个什么？如果你想要方块的那种砖块的那种形状的话，你可以给它，比如说，points from volume 啊，这个 points from volume 也不错。哦，你看它就变成这样一格一格的啊，看你的高兴了。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些像是我记得好像 grain source 的。Grain Solver 里面也有一个 Grain Source， 它也可以来拿来用，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它弄成这样子嘛，你这样连过来，这样去看它。这个可能不是很好，它弄得不是很漂亮啊。不过它会有一些有趣的形状，你看它的形状就变这样子。我理想的形状应该是它是左右交错。它现在好像有点，因为可能有点厚度的关系，所以它有点交错了。不过这个就让你们自己去玩了，好不好？我们现在还是用 Voronoi 这两个方法，你们可以自己参考一下。这样，那最重要就是我们里面这个 seed 记得要改，所以要怎么样把 metadata 加进去一下，点一下。好，现在 metadata 点了它，选起来。因为我很常做这个，所以我都会背了。所以呢，从 detailed H 里面把它抽出来，跟它说。是这个节点，再加上我们的叫做 iteration， 然后呢，第一栏的数值把它加进来，啪，
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可以稍微先把这个 density 条调整一下。比如说它的 density 就先给它一好了，我们来先确认一下这个东西纹路有没有重复。现在看起来纹路没有重复，所以就是 OK 的啦。纹路有重复的话是会蛮明显的这样。好，那我就觉得这样可以啦。那因为 volume 切割是很快的，那它切完之后，做破碎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会建议就是说，既然如果用 volume 切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切细一点，比如说就让它来个之类的，我们让它切细一点，切细一点的细节就会多，而且速度上不会差太多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等我们之后系统调校完之后再增加这样。好，那接着呢，记得一件事，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还是什么，都还是 Polygon， 我们要进去 RBD Package Geometry 里面的时候要先把它 pack 用什么，用 Assemble。 Assemble 里面就是说 Create Package Geometry， 现在这个样子再来去看它已经是 Package 物件了，就打包物件了，所以现在一共有9149个物件。那这个名字很重要，绝大多数的状况在做模拟的时候它会 key 效， key 效的原因都来自于这个名字冲突了，因为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用猪头或什么东西把它撞垮。那如果猪头它 assemble 的名字也叫 piece， 那就会有问题。所以我强烈建议在这个 output prefix 里面，对不对，就把它稍微命名一下，比如说我就叫它 building。 这个时候你看按右键再去看它，它名字就不会是 piece， 这样会比较好。好，现在我们弄完我们就高兴了，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把它 cache 起来。那我自己有存一些 preset， 你们常用的可以自己把它存起来，比如说你常存在低潮，那就把它弄好之后，对不对，按这个 save preset， 它下面就会跑出你常常用的这样。那我常常用的就是 我自己预设的，这个会 连接到我自己的潮，比如说我自己是用 P 潮，那就不会有问题。那 cache 跟档案分开的好处就是你档案永远要留着，因为它是你未来的资产。那你的 cache 呢，按着做完之后可以把它删掉，可以把它统一集中到某一个资料夹里面，让你比较好删这样子，会增加你的效率啦这样子。然后如果你们只有一台电脑的话，对不对，就比较没差。那通常的话有些人会在公司工作的话，他会公司会有 server 啊，或者什么 NAS 碟的话，对不对，那你就需要就是怎么讲，你就需要把这个东西稍微做有系统的整理，这样会比较方便你去做事。好，那现在这个呢，我就知道我要用什么 single cache。 single cache 就是它不会存格数的，它只会存单一缸单一帧的，你看 save current frame 就只会存目前当下这一格。那我就跟他说什么，这个就是我的 geo cut。 好，先给他存档。 OK， 进来了。接着呢，我们也很快速来做一下我们要做的，比如说，来，我现在选择它的状况下，我怎么样？我直接给它一个 RBD material， RBD object 这样子点一下，现在它就右下角出现这个 AutoDock Network， 里面就有了，那这样还不够我们给它一个地板 ground plane， 把它 merge 一下，这样子它就有地板了。那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垮掉 ？OK， 它确实垮掉了，这没问题。那接着呢，在没有问题的状况下，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帮它加入 constraint。点一下它，然后我们跟它说 adjacent， glue adjacent， 给它加进来一下，然后再选择这个 RBD material fracture， 这样按一下 enter， 它就帮你把这个要做这个 glue constraint 东西加进来了。但通常我们做 glue constraint 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什么？当它量底太大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先把它 底下这个东西把它设固底，因为通常最脆弱的就是最下面这一层，还会把它一层一层一层压垮，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嘛。不过我们是也可以来看一下它目前的状况嘛，来，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你看一开始就把它下面压垮了可是下面压垮的这个状况下，如果你想要下面不要被压垮，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你这个 bully data
啊，不是啊，就是这个 density， 那变一，哎，那它好像有图变成保利龙一样，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发现它不会被压垮了？可能还是有，可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啊，就是这样子。可是其实事实上 density 不能为一啦，就是尽量还是要真实。所以量体大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万，它一定马上就整个垮掉。你看，它你看它往上疯狂蔓延，你有没有看到？因为它自己承受不住了，它就垮掉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它毕竟是，毕竟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模拟的环境设置为，就是与世界真实是一样的这个状况，所以你也要理解说啊，对啊，啊我们就没打地基啊，哎，这样子有没有？它就会自己是自然而然就整个垮掉了，这样子。那我的建议的话是就用1000吧，哇，就用它预设的也可以。那你也可以用混凝土2400，好，2400就是很容易垮掉，所以你就稍微看一下，哦，等它在垮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等一下无敌物件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地基打深一点，好，来，在这个地方要打地基怎么打雷？来，先把它拉到左边来，那跟它一个 H V Wrangle 这样连进来哈，跟它说什么？如果发生什么事，那你就要做什么事啊？这个 if， 我就跟他说，如果你的位置啊的 y 轴的数字啊小于 0.5 是50公分吧，或小于1好了啊，就1公尺。如果你的这高度低于1公尺以下，那么你请被归类我在物件里面。然后如果不是的话 ,else 就是没有如果不是啊。如果不是的话会怎么样，就 iactive 等于1啊，那你就不会无敌这样子。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常的，它不会被压垮了啊。所以选择无敌物件在下面最脆弱的地方是可以就打地基的概念的啊，它打得越牢固啊，一楼越牢固基本上上面是不会垮的。好。OK， 那这样我们弄完之后呢，我们也给它加个动画吧，好不好？来，动画可能是什么？动画可能是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每次都用那个一样的东西。来看一下 test geometry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可以选。好，还是换一个这个好了啊，换一个章鱼好了。来，给一个 transform， 这个 transform 我就稍微给它大一点点。哎呦，太大了。然后我就给它稍微移动一下这个位置，比如说到这个地方好了。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来我就给它按点一下，等一下，因为我等一下给它旋转哦。然后到可能240，我觉得太长了哦，我们今天没办法讲那么多，120就好。来到120的时候，它必须要移动到这个位置，然后它还转了一下。移动到这个位置，点一下它，转一下，它现在是负的嘛，对不对？那我就给它转两圈哈，一圈360，两圈720，那它就会做一个转两圈动画的这个到这个位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先让它跑在这边，不然它会去做模拟。那我们这样看一下 ，OK。转两圈，它转两圈哦，好像比较慢才到这个位置吧？哎，那应该也还好啦。OK， 我想让它早点碰到，所以我再稍微把它移一下位置哦，好不好？我们可以让它 ghost， 在第一格的时候就给它在这个地方，好不好？啊，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撞到？哎，好像有撞到，这样子好了。bang bang bang bang， 转太多圈了，可能也不是很好。360就好，来 ，bang bang bang， 好 ，OK， 这样应该可以了。好，那我们这样弄完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把它加入到我们的 RPD 里面。好，那现在这个就是它 collision COL， 选择它的情况下，按着 Ctrl 点一下这个，它就被加入了。加入的时候，我们进来看一下，它会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它
显示在这里，因为我希望怎么样？我希望它之后算图的时候，在有 motion blur 的情况下，它强制算有计算 velocity 的地方，好，因为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来，看看一下 velocity 哈，有被计算到，这样它才会算出 motion blur， 这样就可以了。好，好，那现在，我应该这样子吧，看一下，我们再把它这样接进来就好。那跟他说我们要的是这个运算这个部分。好的，这个就给他 render。OK， 好，现在我们在这个 setup 里面，我们就把它做个 cache 咯。File cache。那这地方记得吧，要用什么？Create points to represent objects， 这个地方就跟他说的是 RBD points， 然后再用什么 transform pieces， 把这个 transform pieces 这样连起来，好，就没问题了。好，我们现在就来 cache 一下吧，速度上应该蛮快的。OK， 非常棒。不一样，哎，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它往下掉了。哎，我们刚忘记把这个东西改成什么 ？Deforming active 啊 ，Deforming static 啊、哦，要把这改成 Deforming static 才会对的。那如果你用 Deforming static 的话，会有一个问题的。来，跟 Deforming static 没有关系，跟你这 convex hull 有关系。你看我这样选。它现在的碰撞是怎么样？就是把它的外表完完全全牢牢的包住，对不对？其实也是蛮酷的啦。可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样子，我们要用 concave、哦、用 concave 速度上会变慢，可是它碰撞会比较完美。那如果是大楼的这个物件的话，我就不建议你这样做、哦、大楼的物件它都是比较，就是它运算量会比较大。那你用 concave 的话，你的模拟会变得非常慢。所以我强烈不推、哦、碰撞可以，可是如果你的大楼的物件要这样做的话，我就不建议了、哦、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Save to Disk， 现在应该就会比较也是相当快了。不过用这个方法的话，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做出一些有结构的东西。如果你对你的模型建模不是那么在行的话，那就可以像我这样子稍微建一下，或者你可能在 Maya 或 Max 建一些有些基础形状的东西，然后让它来长也都可以。好，来 ，Bang，OK，、OK、帅，好不好 ？Bang， 它就被炸开了。好，现在这个东西呢，我不会说它不好。可是其实啊，在现实社会中，它现在有些纹路，你有可能有看到，对不对？那你可以按 D 哈，按 D， 然后在这个 View 的这个地方，把这个，哎，怎么不能改？等一下，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要 Select Camera， 在这个 View 里面，它有一个。可以看到的最近距离跟最远距离，那你需要把这最近距离稍微改一下，比如说 0.5， 好，那这个一点一点的纹路就不见了，那你也可以改成 1， 它就更少了，这样子，这是一个显示的问题的 ，Maya Max 跟 Houdini 都一样的，因为这是 OpenGL 的问题，啊，不一样，它现在这种不会说不好，可是我们之前有讲过，对不对？就是我们需要大细节、中细节跟小细节，可是如果我今天已经用。统一用 Voronoi 切细了，那我这样该怎么做？我不懂，我没办法做，所以就变得很可惜。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进阶的 constraint 去控制它。好，进阶的 constraint 是什么？来，我们现在这个里面有 constraint， 点点下进去看一下。好，这前面这三步啊是正常的，就是基本套路啊，就是只要就是你加入 glue 之后都会有的，它会把你
每一块物件之间，比如说你这边有一个碎片，这边有一个碎片，它就一个 primitive 把它连起来哈、哦。比如说我这边有个碎片，哦，这边也有个碎片，两个碎片的东西，你用一个棒子把它连起来。这个棒子是 primitive 哦，它不是点哦。OK，这个东西很重要。唐炫是 primitive，记得啊、哦，先记得这个。然后呢，他就直接把所有的 primitive 都把它当做 constraint，这个中间这一根一根，你就把它当做像钢筋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呢需要一个东西叫做 pin constraint 啊、哦、，pin constraint 也有人叫 hard constraint，这两个东西我们把它混用。pin constraint 就把它当做原本物件跟物件之间的连接。那 pin constraint 我们会规定哪些地方可以列，哪些地方不能列。好，那怎么做嘞？来，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复制啊、哦，复制出来，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有 constraint 名称嘛。只是我现在把这个 glue 把它改成什么？把它改成 pin 啊、哦。来，就出去那个地方是 out，所以我需要把这个东西把它这样连过来。OK，我们现在有两个 constraint。OK，pin constraint 我想要怎么做？来，我们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 constraint 要怎么样嘛，对不对？所以 glue constraint 是这边有一个物件啊，这边也有个物件，我们两个物件的中心点用个棒子连起来，啊，这是 glue constraint。只要有一个东西外力这样给它撞过来，它就会断掉，然后两个东西这样分出去，对不对？它只要一碰到就断，这样。那另外一个东西呢是 pin constraint，pin constraint 也是它有两个这中心点啊 pivot，它把这两个中心点把它缩到两个物件的正中间，这两个物件的正中间就在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是两个点啊，只是它这个棒子的距离为零，然后有外力撞到的时候，如果你以侧面来看的话，假设这个是这个物件的侧面哦。它被撞到的时候，对不对？它会像这样子弯曲，可它不会断掉。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这样的东西，因为一些钢筋呢、啊，它好像中间被连着一样，它被撞凹进去之后，它不会弹回来。啊，我们需要这样的效果。那我跟他说，当你撞凹的时候，对不对？除非力量过大，或者是转的角度太夸张了，你才能断掉。那我们就可以用条件去控制它，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怎么做呢？现在我们有这个 constraint 了，对不对？我们用刚刚一样的东西，用 facet 我们用 facet 把它打断。OK，那怎么看打断？用什么？用 explode view。有打断吗？没打断。哦，忘记把这 unit point 打勾。啊，全部打断了，有没有看到？啊，就全部打断了。好，所以打断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接着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它归零。好，归零的话用 primitive。我刚才说 primitive 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属于 primitive。而在 primitive 里面也可以做 transformation，就是说变形，配上它的 scale，让它降到一，从零降，从一降到零这样子，然后给它这样连进去。好，刚刚是这样子打断的。对不对？啊，我现在这样连过去，消失了，为什么？因为它消失只有只剩一个点的样子而已。你看到？如果你把这个棒子把它 template，看不见了。哦，等一下，我可能需要这边也要来 template 一下，要用一个另外一个 explode view，然后我把这个 explode view template，你看到？现在。两个棒棒被缩到中间的这个点了，所以长这个样子。原本长这样子啊、哦，你看，我把它派一下，又开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它现在被确实被归零在它要的位置上。好，OK。可是如果你只把它这样平均分布的话，没有意义哦。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它这样断的时候，对不对？它也是跟它一样而已。那我们现在呢，就需要去给它一些分布哦，这个分布呢可以用一个东西叫做 glue cluster 哦，这个 glue cluster 它会把你的 constraint，我们先不要看这个东西啊，它会把你的 constraint 把它做以就是像这样颜色的分布，
好，这个颜色的分布，那你这个颜色分布呢，你可以用透过这 size 把它调大或调小，大的时候对不对？它就一块就这么大，啊，小的时候呢，就一块就变得很小。那通常的话，我们会混合一下，比如说你就感觉一下，你想要你，比如说我这样是一层楼，那我这样子有好几块，你觉得这样合理吗？啊，这样去看，哎，那你对这个东西不喜欢的话，你可以稍微调一下位置。啊，我就说，我就刚好要想要我这边有一块是连在一起的，那就稍微调一下角度，调到你觉得 OK 的位置就好了。这样子，好，这个地方没有问题。那接着呢，我们要做一件事哦。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没有连在一起的东西把它打破哦。那现在 Google Cloud 它连起来的时候，它有你看它这边有个东西说叫做 internal strength 哦。internal strength 是什么？只要你像连在一起的，里面的这些点都叫 internal，就是里面的哦。它一个 strength 是负一。如果你对 VDB 还有印象的话，你可能会记得它们的原理都有点相同。比如说我这边有一块东西，对不对？我这边有一块东西，这个块的外面就是一，里面就是什么？负一。你看它也是一样的，里面它就是负一。所以我只要把里面的东西保留起来，其他这边可能是零的啊或一的啊，它都会被打断，所以我就会得到一块一块一块的东西。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blast，哦，把什么东西把它 blast 掉。现在 blast 它什么都全部都 blast 掉。我们可以在这边跟他说，如果啊哥，你的 strength，我用 glue cluster 的时候，对不对？它就有一个参数叫 strength，哦，strength 负一的时候，代表它们是一块的物件。来，如果你的 strength 等于负一，就完全等于，那你就会被消灭掉。哎，Python 就是你要跟他说，除了你之外，都不要被消灭掉。这样就对了，你看到？它现在就变成一块一块的。我现在不要把这个东西，我先把它起来啊。它现在变成一块一块的，所以你就得到这样子一块一块一块的 chunk 哦。这个 chunk 呢，就是在 pin constraint 的一些基础物件，它是不会被打断的啊，就是这样子。好，到这边为止，基本上就成型啊，就差不多就完成了。这样 OK。那它有些杂点哦，我觉得杂点是蛮好看的。可是如果你不喜欢杂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random detach 把它关掉，它就变得比较完整哦，这也是可以的哦。那有 random detach 的话，它就比较有趣，它有些地方会绕高哦，或者是比较没那么大块，或没那么小块。那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好，这个选项要不要开，就看你们自己。然后接着呢，我现在有这个 constraint，我们来看一下，看起来完全没什么差别。可是，当我们到这里面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把 hard constraint 叫进来。hard constraint，我跟他说什么？我跟他说你的 data name 必须要是 pin，然后我把它连进来。这个 res length，绿色是一哈，它如果还是一的话，它会弹回去。好，我这边准备几个影片给你们看一下。OK，这个影片呢，哈，就讲，如果我是 glue，只有用 glue constraint，它就一炸，它整个碎掉，对不对？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防护，它就整个垮掉了。哦，那如果我现在有 pin 跟 glue constraint 混在一起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会这样，你看，它是一块一块的，哦，它都会一块一块的。可是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说这边有一个，你看，半空中不知道为什么要 T 笑的，你看到，在这边。跳起来，嘣，有没有？它踢笑了啊，哦！这个的状况就是说，当它撞出去的时候，它想要裂掉，它想要分离出去。就是我们有好几个碎片嘛，哦，我们都是在同一个 constraint 里面的，对不对？那我的 constraint 已经断了，我想要飞出去，可是剩下这些人还想要往这边走，他就会在空中造成一些搞笑的拉扯，那其实也是不是很好，所以它就会造成 T 效，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必须要让它可以就是不要讲 T 效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那一个啊，我在这里，那等一下我们把这东西问题修正之后呢，它就变得比较顺了哈，
就是它 constraint 会坏掉，有没有？它就不会造成它力量之间的拉扯，它就变得比较平顺一点，有没有？它就会比较像混凝土那种垮下来的感觉，哎，会像那样子哦。那我刚刚讲的这个 rest stand 对不对？如果你的 rest stand 没有修正的话，就会造成像这样的问题，这样，有没有？它所有的东西呀、啊，它都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忽然间分开了，可是他们又好像又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主要的问题是说，如果你之后看到这样的模拟，你就知道是你的 resistance 没有调教，因为我们刚刚有说了嘛，我们刚刚说两块物件之间啊，比如说这边有一块物件啊，这边也有一块物件，我们把这两个点把它缩到正中间，对不对？那如果你先把它设定 resistance 等于一，就是它其实还是记得它原本的距离的。那如果你把这两个点硬收到中间，那模拟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想起你原本的距离哦，所以他就会硬把这两块物件推出去，啊，会推出去大概这样的距离，因为它的点还是在这里，可它的点已经为零了嘛，那它又硬推出去一根棒子，跟这个是一样长的棒子，就会造成这个现在这种问题啊。就像衣服就爆炸开来一样的那种感觉，也是蛮酷的啦。可是用在这个大萝卜这样就不太适合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来自于 constraint 的错置，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Rest stand 一定要为零哦。如果不是零，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搞笑的事，好不好？来，它就会像变得像刚刚一样。只要有一个地方被炸开了，它就会整个弹出去，哦，有没有？它现在弹开来了，有看到吗？现在有点 lag 了，现在有点 lag，因为我们现在有显示这个该解码，我们先不要让它显示，有没有？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遇到的问题，如果你碰到了，它马上整个炸开来，哦，而且还是连着的哦，就很诡异啦。OK，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修正哦，把这修正之后就没问题了。稍微这样从这个侧面看一下啊，它现在碰到应该是比较顺，OK，其实可以哦，你看，它现在这样扎进去就比较正确了哦，而且它会有一块一块的感觉。有没有？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它一块一块的连在一起的哦。那如果你不要看 wireframe mode 的话，有没有？它就会像这样子。那我建议会切细，就是也是一个就是这样的关系。因为如果你不切细的话，你会看着让人家看到它的边缘这样。那当然啦，如果你的这个物件是这么远的话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物件越近的话，你应该要切得越细啊。好，所以现在这样子就算是 OK 啦。那我们可能会稍微再把这个 glue constraint 把它调硬一点，哦，弄个100万都不是问题。来看一下，看2秒的这个状况，它会不会就是有些东西还连在一起？速度上也是还蛮能接受的啦。OK，好像也差不多哎。对呀，应该说我们这个撞下去真的力量太强。Bang，OK，Bang，好，我们也可以稍微把这个东西调整一下，比如说这个是2400。这个留给你们自己玩好了哦。我们现在处理一下 pin connection，因为现在 pin connection 并没有断掉哦，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它断掉。来，在 glue connection 里面可以用 strength 去控制它要不要断掉，可是，在除了 glue connection 之外的所有 connection，它并没有提供你这个选项。那这样就变成一件麻烦的事哦，因为你没办法在这个面板上面控制它要不要断哦。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也不会调什么，可我会调这 ERP， 你会发现 ERP 这东西很熟悉，对不对？我这 ERP 我会给它少少的这样。那 constraint iteration 如果是负十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会 follow 你这边的一个 iteration 啊。那如果啊我不要的话，就我它多算几次，我就这样子。啊，这边有一个什么 disable collision， disable collision detect between two constraint object。这个我记得好像可以开可以不开哦，因为不开的话，就会像我们这样子。如果有开的话，它有时候会，它会忽略你当下撞到的时候两个物件之间的碰撞，这样。OK， 好，这里的话呢，我们现在就要进到这个 subsolver 里面。好 ，subsolver 点进去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蛛丝马迹。好，就是它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这个 constraint 进来的这个地方。你看，是从 glue setup 里面跑进来的。那它里面有提供一个，就是如果你的 group 在 broken 的话，它就会把这个 constraint 删除。那现在呢，我们要让这个 glue constraint 坏掉，我们必须要借助一个东西，哈，我们要借助什么？我们要借助一个 wrangle， 我们要用一个 attribute wrangle 去控制它。可是 attribute wrangle 它预设是 points， 这个地方很重要哦，一定要反复检查哦。有时候你的 constraint 失效，就是因为你在 point level， 你需要改成 primitive level。为什么？因为 constraint 是 primitive。这个一定要知道哦。好，像我们刚刚那样一样的，我们再给一个 if。如果啊，你的 constraint 是什么，然后你就要怎么样？这样。OK， 现在我的 if 我要给他什么呢？我要跟他说 f constraint 底线 name。如果你的 name 啊，等于。如果你认得你 pin， 那你的这 constraint 就要做一件事，就是可能要 i group working。可是这个东西常常会打错了，所以我这个时候要借助另外一个东西啊，我先借助一下我们之前常常用的那个，想说什么？vex sheet，OK，这是我们的好朋友。找一下啊，这个你不用去翻那个 help， 他都帮你整理好了。我也常常来攻这个。来找一下 top constraint network attributes， 它里面有这些东西可以给你用哦。最重要的就是这个i group broken， any constraint that are in the broken primitive group will be ignored by solver， 所以这个东西就给它 copy。如果你的名字是这个 pin constraint 的话，那你的 i group broken 就等于一。就是你进到这个被忽略，所以如果我现在下这个指令的话，会怎么样？会所有的 pin constraint 都失效。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等一下，我 constraint 也拼错了吗？F constraint， 等一下，来复制一下，拷贝 constraint name。我没拼错啊，应该是等于片没错。看一下是什么？又正常，是怎样？好，回到第一个。我到底哪里打不对啊？刚刚是完全就是，S， OK， 非常棒，没错，所以你就是需要这个你需要一个 S 代表 string， 然后就字串，F 的话就是 float， 所以它会无法辨识，所以打错字它就会不认，这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所以就算是我也是经常的把这个Constraint network attribute 啊，就是这个 vex wrangle cheat sheet 打开，用复制贴上，绝对不会错。好，OK，所以它现在就被忽略喽。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被忽略
OK， 如果他边被打散了，就代表我们的成功了。边，你看他现在没有一块一块了，有没有看到？他就是各上各各走各的路啦。哦，好，所以我们现在确认成功了。可是 pin constraint 的坏掉并不是拿来这样用的，我们还是需要这个东西。可是我们需要双重的 if。好，如果啊，哈、哦。如果你的名字是 pin， 那又发生了别的事情，这样之后我们才能给他这个东西。那是什么条件？来，现在我这个东西正向撞下来。哦、oh, shit， 我这个我必须要 打一些东西耶。先给他回到上一步啊、哦。来，我们现在在这地方按右键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spreadsheet。看点是看不到的，要看 primitive。你看 primitive 有些 constraint name 有 pin 有 glue，OK，、okay, 这都没问题。你要有 angle， 我们让它再跑一下下。它开始种下去之后，对不对？你发现它这个 constraint 不见了，你们发现它 constraint 不见了。然后它 constraint 也有 angle， 它会有一些数值，它会有 distance。distance 就是两个点它被拉扯了，它距离超就是多少？九公分，就对吧？有两块物件。当初他们的距离可能是零嘛，对不对？那他们被拉扯出去的，然后现在造成他们中间有一个缝隙，哦，是多少？然后还有他当下承受的力量是多少？哎，34万，超高的，有没有看到？然后承受多少 impact？ 这是很多，这后面是加六个零的意思，哈，这很大。OK， 就代表500万吧。哦 ，breath length， 这个不用管它，这很少用到。然后 torque 很常用到。哦，现在 torque 你看。有93万，这 torque 是扭力的意思，哎，好，这几个就是我们的 好朋友，好不好？通常我在做 pin constraint 的时候，我一定会用两个，一个是 distance， 就是当它被拉扯的太过分的时候，它要断，哎，或者是当它的扭力，它的旋转那个力量太强的时候，它也要断。那有些数值是很极端的，可是平常的数值都是很少的，你会发现，你看。我现在这个 bar 这么多，我现在有多少个？看一下，从零到，哎，看一下这个，有四万多个，四万多个里面的比例是多少？是超过10万的，其实很少，有吗？大概几千，然后之后才会完全往上窜，这可能1%都没有哦。所以你要去拿捏一下这个比例哦，这个比例要多少才适合？这个地方很注意。那通常的话，我都是怎么样？来，刚搞笑了一下，来，我都用哪一个？来，第一个是 distance， 应该没打错吧？我现在非常怕打错。如果 distance 大于多少？ 0.1 是代表什么意思？当两个物件被拉扯到超过10公分， 0.1 就是 0.1 公尺， 10 公分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断掉。哦，好，然后呢？然后这个有一个东西叫做判断啊，什么运算值啊，哎，那可以混合两个条件啊、哦，混合两个条件就要用 and， 用两个 and 啊、哦。那如果你不要混合两个条件，你要用 or， 就是 distance 超过或者是另外一个两个条件任意选任意一个达成的时候，对不对？就要用棒棒，哎、用这个棒棒，就 enter 上面那个，你要用 shift 才能按出来那个棒棒。两个棒棒就是或者、哦、然后两个 and 就是两个都必须达到它才会断掉。那通常我都用两个棒棒、哦、用 and 就可以了。一样 f float 是什么东西 ？tor，、哎、然后必须要大于可能20万，它才能断。这样，好，那现在这样子我给它接一下。那通常我会再给一个 tab、哦、那我就知道这一段是一起的，那这一段是一起的，所以我用了两个 if 判断句是去处理它。OK， 现在这样就成功了。那因为你常常会打错，就是像我一样，哎，我们只有手指头跟我们的眼睛有点不协调的人，那该怎么办？来，可以把它复制出来啊、哦，就把它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之后呢，怎么样？来，把这一串就直接 save reset。你看，像我就有 save 啊、哦，就像啪，有没有？这是我。常用套路嘛，你就可以把它存起来。好，所以现在这样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哦。
你会好蛮多的。哦，我今天本来想要顺便讲一下烟的，看来时间应该是来不及。你看，现在就变得很好了，有没有？它就这样变掉了。哎，我觉得这个样可以让它粘得更牢一点。如果我想要它的 constraint 变得更厉害的话，怎么办？除了把这 strength 加强之外，我还可以把这 half life 哦，half life 就是半衰期，就是我这个力量撞下去之后，对不对？它会在 constraint 之间传递。好，那我要它传递，它就说，你看 the numbers of second 就是这个数字是秒数哦，它在0.1秒的时候会进入半衰期，就是我撞下去的力量本来是100，那过了0.1秒之后，它就变成100的1半这样子。可是如果是0.1秒的话，也差不多是等于2.4格的意思哦，哦，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传递很多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很小的数字，那它一下就挂掉，它就很不容易被传递出去。好，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我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propagation rate。propagation rate 是什么？来，我们一看一下，叫做 specific 啊，就是 specified。How much the impacts propagate along each group bound in a constraint network？这怎么样？就是它会把这个撞击力哈，在 group 之间传递的 rate，那我就叫它，你就你你不对，你不用传太多啊，你也0.001，哎，这个样子它就不太会传递。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是不是比较慢的？刚刚一下就全垮了，现在等到比较后面才垮，哎，它比较不会这样整个垮掉。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哎，我稍微把这个东西稍微弄少一点，比如十就好，因为我想要让你们看它撞到之后再弹出来的那种感觉。来，我们现在调整一下这段话，collision，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那到这个地方就怎么样？哎，不要，它稍微碰一下下就好，因为我现在我不想把这个东西把它填掉，所以我决定耍一个贱招，好不好？来，我先把这个东西，先把这个东西复制出去。OK，哦，这是我一开始的动画啊。那好，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我再给一个 key。OK，然后呢，我把最后一个 key 按右键把它 cut。好，现在它就这样撞下去，然后我等一下让它退出来，退出来怎么办？按右键，copy，啊，在48的地方，past，然后就这样，等，它就撞了一下之后啊，又回来，也许我会让它撞久一点，啊，没关系啊，就这样子吧。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让它重跑一下哦，看我们是不是有造成那种。就是吸音棉那种感觉，就是它撞它凹下去之后，对不对？再回来，它还是会维持那个形状。这就是它 constraint 就美妙的地方了，就是真真正正的像是混凝土的感觉。这房子被撞下去之后，它就不会弹回来了嘛。这样，速度上我也觉得还蛮 OK 的。你看，我们这边有很多个碎片，可是速度上是非常快的哦。哎，那呢？它撞下去之后，哎，它是不是传递的还是很快？看一下，嗯，有一个东西可以调一下，差点忘记了。好，我们可以让它多算几次，然后呢，怎么样？然后跟它说 ERP，你不要太会跳，啊，就给它这样偷偷加一些东西。OK，现在这样应该会好一点。哎，好像还是太猛了。不过应该是真的比较好，因为刚刚一下就是整个垮掉了。OK，我只要确认它不会弹回来就好了啊。这个数字的话，让你们再去调调看哦。哦，
当做作业吧。然后，因为我这个房子的结构也不是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结构，好不好？因为它现在只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只是一片东西而已，这样，它就很容易造成那种被毁坏的状况。其实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东西哦，因为 glue constraint 它一断掉之后，对不对？它就会变成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听话的样子。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个条件。OK，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复制出来。我们现在呢跟他说，如果你的名字不是 Pain，如果你的名字是 Glue，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的 Distance 或什么这都不需要，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的 Impact，Impact，我这样我们拼错，哎呀，我们拼错，相当危险。如果你的 Impact 大于某一个力量，因为一开始我们撞到那个 Impact 是很强的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说，如果你 Impact 大于100，好不好？就是你稍微撞到的话，对不对？那怎么办？你的 constraint name 两个等于是我们认知的等于哈，一个等于就是右边的数字写到左边，那你的名字就你就切换到 pin constraint 吧，这就更厉害了，因为 glue 断掉会变成 pin 一定要满足这条件，它才会断。来，现在我们再来看，你就完全不一样。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它传递出去的哦，可它现在变得很坚固了。嗯，它还是断了，有吗？看来这房子相当的容易垮啊！等一下，应该有街道吧？看一下，它有裂开吗？像有。不过我觉得应该跟结构也比较有关系。可我们里面要再多做一些结构，它就会比较正常。OK，好，出作业时间。写作业的，因为蛮多人没交作业的，所以我在想，是什么加进去原本那个就好了。那如果你们之前的同学啊，就没有交作业的也没关系，可能是因为你们比较不会做模型的关系，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还好吧。你可以试着用像我这样的方法去做你的模型，也可以哦。那因为它这个模型的话，如果你们熟悉用别的软体做的话，你们也可以把它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带进来，就做一个很简单的模型。那如果你想要让它这个模型稍微变得不太一样，你也可以，比如说你选几个像这样的东西，那怎么样？我跟他说就 exclude，exclude，exclude，就 exclude 什么？exclude 出来，这样啊，它就会变成怎么样？有东西一样，对不对？它的造型就变成这样子，然后你可我们会我们可能需要多摆几个，让你这个场景变得比较丰富，这样。那当然你还要记得，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啊，如果我们已经这样做了，那你这个地方要重新切割，要给它跑一下。OK，你看你的方式就变成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你再重新跑这 RBD。也不用重新跑，因为现在就可以直接来用了，对不对？它就是很容易的让你替换你要的模型啊。然后我们刚刚所有的 constraint 都是连好的，这样就是会变得比较快啊，比较容易一点，这样。
你看我现在这样子，我现在房子就变得比较不会垮了，因为我的结构完全不同了。可是这个虚虚可能还是蛮，这个虚虚还是蛮靠北的，没办法。好，不过结构呢，就会决定这个房子容不容易垮。所以如果你在里面呢多塞一些东西，那这房子就一定会变得比较强壮，好不好？那我现在就来出个作业吧。试着把大萝卜碎加入混合型 constraints 来操作注意结构的问题。OK， 然后。如果真的对模型制作不熟悉，那请用我今天的OK， 下次上课我们来讲讲。大楼破坏的最后加入沙子，在沙子之前，我们先试做看看 grains。OK。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就是大中小细节的话，你用这个啊。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刚刚在这个。constraint 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已经有讲到了嘛。你把它这样用 glue 分开之后，你看它就已经有很多杂点，对不对？那我们这样把它 blast 掉，我们去看有没有？它其实已经有了。你看有些就是比较大块，有些就是比较中块。那最小块要怎么样？最小块的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控制要在这个 RBD network 里面去控制，这里面去控制。这样它容不容易碎掉，这样子，这样就可以得到大同小。可是其实如果你切得很细的话是看不出来的。那我们之前有一些学长们他们做的就是还蛮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是这个吗？就是这个我之前也分享过，你看它其实看不太出来，有没有？它其实大同小是有的，只要用那样的方法。它就会有这样的东西 ，OK， 所以其实你就让它自然而然的碎就 OK 了因为它有些东西它 摔出来说，它就会把你的这个 pin constraint 把它弄坏掉了，对吧？所以这个地方你不用太担心，因为它自然而然的毁坏的时候，对不对？它就变成小细节，那大细节的话是本来我们那一块一块最大块的都不会被移动到嘛，对不对？那中细节就是可能有些它就刚好在某一个角度它被 detach 掉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会希望把那个 detach 就是 random detach 把它打开，因为这边有个 random detach， random detach 它就会让你的模型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你看我这样把它关掉之后，你看它就又变得每一块都好像很大块那如果把它 random detach 一下，它有一些地方会被分配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它就变成单一的一个这样子。
OK， 好了 ，OK， 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喽。那我等一下把答案给你们参考参考，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谢谢各位。